你秀鸡呀、啊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他求你了，秀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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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只要你秀鸡。但是有，但是会切闪，哎，切闪，哎，哎，我叫。不是咬我，你没有。咬我，受吧。录屏组行为，不要上升主播。本人概不负责。哎，木屋，你想我睡觉啊？可能我操，对面是老头。是老头，没我事儿了。啊，空间我犀鸟去了。白人皇四合院。你在哪？你告诉我你在哪？啊，四合院空间，我四合院犀鸟。我在犀鸟。我狗一下，我在木屋狗一下，我在四合院犀鸟，他不让我吸。哎，砸我！哎，你这个人，随我来了。我操！你太嚣张了，我都在狗了。来，你直接追，你是直接追啊！你是真直接追，鸟坏了。哇，你是真的吗？你别弹木屋，我在木屋。木屋和小树林别带。去木屋了，那没事了。我鸟七十，我七十十不算亏吧？我这鸟吸了七十。开局起码让他别杀人。我跟你说，我贼难受，真的。快到了，养鸟吗？我第一波博。地道可以养鸟。我博一百吧。地道可以养鸟。行吧。所以我可以帮你砸满犀鸟，我吸会儿，我再吸鸟，我就吸出来了。养鸟的话，我是秒给啊。你看我这个啊，这速度真的猛啊。哎，我帮你砸板，这速度进板子，板子一拍，好，我的犀鸟七十五，好，那我砸板犀牛，哎呦，这速度，哎，这刀速度喷你有闪现的，你没关系，我鸟出来了，我帮你干。我是骗闪，你确定帮我干哪儿啊？我干不了了。你回来，我帮你干，你走进去，你进去。哎，不行。哎，为什么吃慢饭？哎，行，我还能博弈一下本子。哎，刷不到我了，他空间是什么情况？我杀你！哎呦，这鸟被骗出来了。你看，还不交呢。你四合那一刀抽的太伤了，早知道我就不留你四合了。我也没想到啊，那犀鸟他愣追我。你犀鸟他肯定追你啊！我是希望你保守一点打。我修大木去了，没关系，前锋在那儿拖呢。前锋不会死吗？我控一下电门。木屋有台遗产，你修吧，你空个电准备修一台吧。说不定能封他呀，封不了那算了。玩犀鸟吗？你秀鸡呀、啊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他求你了，秀鸡，我只要你秀鸡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不求你了，只要你秀鸡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让你修机。真不错，封的真不错，真不错。真不错。我可以吸溜，但是你不能追我，说的有理。就是你凭什么追我？可以追，马上压好。妈呀，这么玩的！下机挂你压好了。妈，这么玩游戏的，这么博一不动就封墙。
妈这么玩游戏的，我操！咬了，说开就开。我们接大门门，接下来可以直接开。蹦下卡拉卡碰，尽情的刷分，我尽情的刷分。妈，这是蒙金啊！去大门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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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蹦门吗？啊，一刀斩啊！哦，王姐给你。我又看错了呢，老头在一刀斩。哎，抽死了！我大门没电，大门没电。我就是我去小门了，小门小门娃娃空电了，小门。啊、这么好杀我！哎，闪现他没杀了。我但是我没上过树啊，那杀我有什么用？这门都开的七七八八了呀，门开了，发消再发这个消息。交闪杀我，杀医生都没交闪，你杀我就交闪了。我不服，你杀医生都没交闪。医生能走，人开了，门开了，都能走。我能摸起来，我能砸他个板子走了。田峰能走吗？我他不能走。我想被迫吸鸟，我鸟吸五十，我得尝试走，我还得尝试走门。拖个一刀斩来着。对啊，拖个一刀斩，我还搏命。哇，大哥，你愣杀我！啊，不黑线，你敢挂我就走了。你真的，我你挂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能走，我能走，你能走吗？我控大门进去了。他管不了我。大门没电，大门没电。我先摸进去了。不用。他管不了我，我鸟也吸吸了。你这个纳米店，你这个纳米店那真的好笑。我怎么捂这个方向也拦不住。嗯，走了走了，低叫吧。能走吗？走他，我就走了。我俩在门口等着。我能走，我能走，我能走。他管不了我。投降。蒙金。我好像比他的女像估计。完，女像，我在女像靠废墟这儿。他的废墟还是在废墟。女像不医院女巫，医院女巫。女巫是吧？对。先来个筷子再说。我挂机了我。好像来废墟了，对对对，我看你啊，来废墟。哎，就是拉走了，哎，牵着我一个调酒，马上走了。我刚调完酒，但是我捏死那么厉害，走了。大门，废墟区的大门，老大去看看。大门废墟，我的废墟，我的废墟躲着，我的废墟躲着。直线去的大门，一字墙，然后去，继承了，那没啥了。你把废墟让给我吧，刚才我没地方修了，不然。行行行，你去外面应该好修一点，我在外面修就那个了。木有人的，木有人的，你要么去医院，要么去两百一双。一个快走，你稍微注意一下。我知道。我看一下，没脚步。我废墟应该没脚步，看不见。没脚步，我这没有。没事。不知道你。我在医院呢，你要去医院的话可以喝酒。医院吗？我来了。对，我在医院。真的来的话，我就给你酒。过不来。本来就散了，我这顶鸟过来，我顶鸟过来。行行行行，你过得来，我就给你。女神像进医院，女神像进医院。你要我切切金翼，你是吧？哦，金翼你摸。我走板子。你要时间够吗？够不了，我跑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
哎呀，这个加速可能有点尴尬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呦，你这个鸟，我觉得快消失了，但是让我，但是我没算好时间，我以为能再往前靠一点。老子加速酒喝了，我看到有个傻逼说少修了。哎，我地道能卡掉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应该叫你要卡的。他说人类不给机会就不能赢，你完全可以反击。哎呦，算了。哎呀，快烦恼了！去你！我想去你怎么样？来得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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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得及。到时候再去你怎么样？这个是原生，这个是原生，有狗子。不给他，不给他。打个屏啊，打个屏。要看我赢不赢，靠取决于我的鬼。落地给你九怎么样？落地给九扛刀，你觉得呢？但是会切闪，哎，切闪，哎。哎，我叫。我这咬我，你没有，咬我，受我，切闪了他要，卡住，这个板子我来，哎，蛮响的，那还好，那我溜了，我讲走 ，OK， 你能回上，那我这肯定要走了。你把你的镜头拿走，你准备寄生我、啊、我去找他俩喝酒，然后摸，不是你得拉走啊，拉走 OK， 拉走，我再走，我先走，先我走，五秒钟，四三二一，我修正很难、no、你第一声寄生你不拉走啊，我操，我好伤啊，三，这东西不应该我提醒你的。你笑，我给前面脚，他去跟，他去了。可以，前面去了，发消息，去跟了。就废墟。这一台废墟。你的第一台一闪，我去一下，修多少了？刚到皮，没有多少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你办呢？刚到，差三滴，他俩强攻吗？他俩强区？他俩干什么？佣兵，我从头到尾没看见他干什么，干活了吗？哎呦，刚到废墟吗？不会吧，他是认真的吗？佣兵，再吃一刀压好了，压好了，看了，切过闪了，我跟你说，对，去小门够了，去小门就赢了。前面开大门了，小门用兵再开。前面开了大门，大门走吗？他来小门了。用兵不去扛刀，不把门让给我去扛刀，把门的分先要了，然后去扛刀。还行，我怀疑佣兵刚刚去大门修一台新的，然后刚摸一会儿，然后呢